请问哪里不对呢？请问哪里不对呢？以上皆是。地震发生时，应该采取趴下、掩护、稳住三步骤。双肘双膝跪姿，头部压低，并双手紧抓桌角。如果没有桌子，也可躲在较坚固的主子旁。地震停的时候，小心地从桌子底下爬出来。爬的过程要注意周围有没有破掉的玻璃或是其他破碎的东西，避免走路的过程受伤。家里应随时准备紧急急救包，并放在随手可的地方，且至少半年检查一次里面的物品，看看东西有没有坏掉或是过期。哪个东西不需要放在紧急急救包里面？游戏机、如果睡觉或是在房间休息的时候遇到地震了，要怎么办呢？以上的行为都不对。若在睡觉发生地震时，应留在床上，双肘双膝跪姿，头部压低，并用枕头保护头颈部。等地震暂停的时候，站稳脚步后才可以离开，切记勿着急。在醒目的地方放置紧急急救包，不可以放在柜子或是抽屉里，要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并且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。记得地震的时候千万不能惊慌乱跑，牢记三步骤：趴下、掩护、稳住，就能降低灾害造成的伤亡。